也不是完全 OK 吧，就是前段时间呢伤连续的比较反复嘛，然后这场比赛可能刚上来还是有点沉，但是随着比赛进行，大家都慢慢放开嘛，然后越打越好。可能比拉没上的话，我们进攻节奏可能就不会那么快，然后可能更多的回接啊，然后给巴坎布制造更多的空间嘛。我觉得巴坎布他的特点很鲜明嘛，然后他前插很坚决，所以我就是更多的给他制造一些机会嘛。德海跟我以前在绿城就是队友，他一直都挺稳的，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在防守端就是做得更好，给他尽量给他更少的那个活儿干吧，我觉得。然后他不太爱说话，但是就是人挺好的，挺憨的。